跑，跑，跑，跑呢？要跑是不是啊？再到一个。到了，我去过了。啊，你到这儿来。来，你刚才那个车上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这种，这叫你干啦。这个感谢，谢谢，我把这些会员了。就是我们你喜欢聊有喝，哎，挺有喝。就是刚喝就是让人家做好了，买酒带回来，真的是。一杯两块钱。关另外一盘，我不想点什么。我等下另外一盘。看电视学学。这个它每一包的厚度不一样，没关系，包可能要好拆开来点，对。但我等下拆开来点的时候再点一下，对啊，我说每一包哎，是不是是不是说哈、哦，拆开点的时候要注意要戴口罩、手套，到时候我们再去。我是说在那个，哎呀，我是说才正，戴手套，哎，好啊，一定是等一下要再点一下那个，我这要几千包了哈，有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卫生棉啊，还送多久？一个月吧，一个月，一个月，还用什么种子啊？还是扦插？种子，种子。种子在哪里来的？种子哪里来的？美国的朋友寄来的。对。它放在哪里？冰箱吗？剩下的？剩下的。应该还有吧。那怎么？在哪里？你种几颗？十颗。啊，他只寄十颗给你吗？应该不止吧。叫什么？还有，在冰箱还有。2022年。几股人名啊？种子。你不要了，你给我白讲，你不要偷钱哦。赶紧嘛，你给我个白讲。啊，你多少啊？那不可能只寄十颗啊！啊，你是十个姑娘，安奶奶过来，我唔猜啊，安奶奶，不记得，哎呦，你当初我这会使进偌济啦？我这小地方，你像高水，你当然出来无当钱安尼。阿妈无一个钱。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为彰显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，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执行全国第八波安居弃捕专案。期间共动员警力934人次，执行468场次，针对高风险涉赌营业场所实施临检，经统计查获167件，犯嫌195人，查获各级毒品逾100公斤。本次专案工作，本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一队查获外籍移工贩毒案。该越南籍移工手持红白塑胶袋，内装有57包毒品咖啡包，正准备外出前往交易。经查，该移工平日在卡拉 OK 店拓展客户、拉业绩、掩人耳目，实际却从事贩卖毒品。另本局第三分局原警于专案期间查获1600包毒品咖啡包。全案均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，安居专案以贩毒者据为贩卖毒品之大楼与社区为首要目标，本局要求同仁积极走入社区，确实清楚居住环境中的毒品犯罪，使居民住得安心。本局将持续实施威力扫荡，强化查缉各类犯罪，并呼吁若有发现住处周遭有可疑或不法情势，请立即向警察机关检举，以维护社区安全，共同打造台中无毒城市。